其实你总是化妆化那么久。那你这是在怪我了。快点吃，双节流的演唱会快开始了。哎呦啊！学会海姆立克急救法，我们怎么行？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要不是你这么急着吃，我们会这样？大家注意了，一定要记住海姆立克急救法。在抢救被噎住和溺水窒息者时，首先把对方扶正，用腿撑住，左手握拳，右手握住左手手腕，虎口放置肋骨下方，肚脐之上，猛烈施压5到6公分，直至异物排出。独自一人被噎住时，可以借助椅子等硬物实施腹部冲击进行自救。关注我，教你如何防范危险。